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第三册的第26课，就是 Lesson 26， Wanted a large biscuit tin， 真够大饼干桶。咱们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把书打开126页，26课正好在126页，咱们跟老师把生词和短语大声先读一遍。Now read after me， influence， influence。Pride, pride, taste, taste, exert, exert, subtle, subtle, advertiser, advertiser, classify, classify, magic, magic, sample.Sample, devise, devise, capture, capture,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 wheelbarrow, wheelbarrow, boot, boot, ingredient, ingredient, crane.Crane, anticipate, anticipate。好，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下面呢，咱们像往常一样，还是来看看这个书的重点的一些词汇。第一个重点词就是我们看一个非常高频的词汇，就是影响。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influence, influence。好，这个词表示影响。这个词一定得记住搭配。我们常常说 A 对于 B 的影响。这个 A 对于 B 的影响该怎么去说？咱们把介词记住，这个词就活了。叫做 the influence of 前者 on 或者 upon 后者，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把 A 放在这儿 ，B 放在这儿，哎，这么一连接就好了。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on 或者 upon their children， 表示父母亲对于他们子女孩子的影响，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带进去就好了，对吧？特别简单啊。那么跟它类似的还有很多表示影响的词的替换，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比方说这个词也是影响，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effect。effect 也是影响，它也是表示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你看搭配一样，前面加介词 of， 后面加介词 on， 或者是 upon 就好了，对吧？同样，比如说 ，the effect of fertilizers on 或 upon the crops， 表示这个 fertilizer 就肥料化肥了。这个肥料对于农作物、对于庄稼的影响，我们把肥料这个词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fertilizer。fertilizer， 后面这个 crops 就是庄稼的意思，对吧？肥料对于庄稼的影响，前者对于后者啊，还可以用呢。the impact，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九个飞猫里讲过，这个词也可以表示对某事情的重大的影响。我们先大声再读一遍 ，impact。impact， 同样的。这个 A 放在这儿 ，B 放在后面就好了啊。我们再看一看 ，the impact of the oil spill on 或者 upon marine life。oil spill 就是原油泄漏，是这个石油泄漏这个事儿。石油泄漏对于海洋生物的这个影响啊。我们把前面这个词也大声读一下 ，oil spill。oil spill， 这个 oil 可以表示石油，后面这个 spill 表示液体泼溅洒的意思。石油泄漏叫 oil spill， 这固定搭配，因为是押韵的。oil spill 在单词末尾发音一样。marine 是海洋的，这个 life 表示生命生物，但注意用 life 表示生命生物是不可数的，所以海洋生物泛指。我们再大声读一遍 marine life， 这是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咱们三组词放在一块儿，把它记住就好了。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词汇，就是影响。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表示动词形式的骄傲。这个搭配我们在前面讲过，也是做重点知识点的复习。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pride， pride。大家可能更熟悉，我们可能在中学讲过这个词呢，可以当做一个名词来用，表示骄傲、傲慢，可以的。但本文中是动词，做动词是怎么用呢？我们还是记住三组搭配，牢牢背下来。第一个是形容词 be proud of， 第二个是名词 take pride in， 第三个就是 pride 的动词形式，叫 pride oneself on。对于什么东西很骄傲，我们一一来读一下。先读第一个搭配 ，be proud of。be proud of，proud of 后面有个连读，对吧？再来一遍 ，be proud of。第二个 ，take pride in。
take pride in。第三个 ，pride oneself on。pride oneself on。直接大声读三遍，把搭配背下来就行了。我说你应该对你的工作感到骄傲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 work。第二个呢 ，You should take pride in your work。第三个呢 ，You should pride yourself on your work 就好了。这是表示这骄傲的三个表达。这个我们一会儿在课文中就会看到第三个这个用法。那这是 pride 当动词用在这个固定搭配里边，记住这个单词就活了。好，下面又是一个重点词汇，就是某人的品味或者是鉴赏力，就是用口味这个词就好了。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taste。taste。好，这个词表示某人的鉴赏力或者这个人的品味。但注意，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这个名词是不可以数的，那数不了，不可数名词。咱们先看一个美剧《Friends》老友记中的这么一个片段，我们把这片段先看看它是怎么说的啊。Oh, that's good. I guess you'll have a choice between my guy and your weirdo. Why would our guy be a weirdo? Just, that's just your taste. 你看，这是当时呢，这个在《老友记》中这么一个片段啊。这个 Phoebe 和这个 Chandler 两口子呢，都给这个Rachel 找了一个男朋友啊。他们说，这个 Phoebe 听说以后就挺不高兴的。哎，我给 Rachel 找了男朋友，你没有找了一个。他说 ：“Oh, that's good。”他说：“哦，那好啊。”他说反话的，为什么？他 ：“I guess she will have a choice between my guy and your weirdo。”他说这样的话，这个 Rachel 就可以在我找的小伙子和你们找的那怪胎之间做一个抉择了。这个 weirdo 就是怪胎，特别令人讨厌的这个怪家伙。那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weirdo，weirdo。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以前十八课里讲过形容词叫 weird，weird 是奇怪的，对，是个形容词。后面加字母 o 的话 ，weirdo 就怪胎，特别让人行为举止讨厌的家伙。我们再读一下 ，weirdo，weirdo， 好。然后 Chandler 一听就很不高兴 ，Why would our guy be a weirdo？ 那为什么我们找的那个人就是个怪胎呢？后面就说了 ，Because that's just your taste， 因为这就是你们两个的这个品味嘛。你看品味这个鉴赏力就出现了这个词 taste。注意这个 your taste 是不可数名词，尽管你们是两个人，但是注意不能数啊。好，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看看在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啊。好，再来一遍。Oh, that's good. I guess you'll have a choice between my guy and your weirdo. Why would our guy be a weirdo? Because that's just your taste.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 taste 品味鉴赏力，看到这个词了，不可数名词啊。那么生活中呢，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有品味的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有品，怎么说呢 ？A man of taste 或者 a woman of taste。一个有品味的一个男人 ，He's a man of taste。哦，这个男人穿的这个很得体，言谈举止非常的潇洒，有品味。这女人呢，非常的端庄，这个贤淑大气 ，a woman of taste。穿衣戴帽方面很有品，可以这么来说，那有品味。那么同样的，我们说在某些方面有品味，她在穿衣方面有品味，她在这个书籍的选择方面有品味，那可以怎么说呢？就 have 什么什么 taste in 是在某个方面，那么有品味，好的品味还是不好的品味，在前面第一个点点点的地方用形容词修饰它就好了。我们看例子 ，She has good taste in music。这个女孩子在音乐方面特别有鉴赏力，特别有品味，那就是听高雅音乐，而且对音乐非常懂行，有鉴赏力，有品味。还有呢，你看 ，He has terrible taste in clothing。这个男人呢？在穿衣服方面非常品味糟糕，这个品味非常不好 ，terrible， 糟糕透顶的，那就上面穿西服，下面穿塌了板，不会穿衣服，没品，可以这么说，这是某方面有品味可以这么说。但我们看到 taste 这个词一定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把它记住。那么同样呢，还有一个形容词顺便可以记住，这个人没有品味，特别好记，直接在 taste 后面加 less。我们知道这个字根本身就表示无，没有。来，我们读一下 ，tasteless。tasteless， he is totally tasteless。这个人完全没有品味就好了。好，这是品味、鉴赏力这个名词重要的一些用法，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就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动词，就是这个施加，向某人施加某种力量啊，比如影响力啊，什么压力啊，等等等等。我们大声再读一下。Exert， 施加某种力量，
尤其是影响啊，什么压力啊，等等等等，哎，施加。首先，我们先记住这个动词搭配，否则的话，咱们不会用啊。一定记住 exert something on 后面一般是加人了，对后面的人施加这个东西，在前面加上这个东西，这个力量就好了。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我老婆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我去赚更多的钱。My wife exerts a lot of pressure on me.去干嘛呢 ？To make more money， 我的妻子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我去挣更多的钱。你快给我挣钱去！你不挣钱，我就去见网友。就这么一个 exert a pressure on， 就对某人施加压力。这个压力是经常跟 exert 这个词。你听这个动词搭配，本身这个动词就有这个含义。你听 exert， 好像在用力气一样，在施加力气。这个非常好记，我们再看看在本文中是施加的什么。本文中施加的是影响，你看在本文第三行中间，就在这个书第三行课文第三行中间开始看这片段，他说 For advertising exerts a subtle influence on us， 它因为广告宣传呢，对我们施加了微妙的影响。这个 subtle 本身表示微妙的，难用语言去描述的， influence 影响把前者施加到后者身上。你看施加压力施加影响都可以用它。把这动词再读一下 exert 就好了，这施加影响压力用的多。还有一个场景用的可能更难一点，咱们看未来第34课里面有这么一句话，158页第一行有这么一句话， Antique shops exert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 a great many people。 你看中心搭配也是 exert 后面老老实实加介词 on。 Antique shop 就是古董商店的意思，古董店对很多很多人施加了一种奇特的魅力，就是让很多人为之着迷。一方面呢，这个古董本身充满了这个很神秘兮兮的这个这样一个信息；另外一个呢，搞不好哪天我弄一个东西就能发大财了。所以对很多人施加了独特的魅力 ，peculiar， 这个也是在咱们以前18课里面生词中讲过，奇怪的、奇特的 fascination。在非猫那棵树咱们就见过，本来做名词叫魅力吸引力，它是来自于动词哪个词？来自于动词 fascinate， 吸引住某人，对吧？我们再把中心词大声读一下 fascination 魅力吸引力，再读一下形容词奇怪的 peculiar。 哎，古董店对很多人施加了一种奇特的一种魅力，让很多人为之着迷。这是 exert A on B， 把 A施加到了 B 身上，特别漂亮。但跟它类似的还有好多，你比如说有个重点词汇叫对某人强加某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强加给某人，说明这个人不愿意要，我很排斥很抵触，但你不要不行，非得给你不可，把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强加给某人。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词 impose， 往往这个加的这个东西是我们不希望要的，但是你不要不行，必须给你。注意后面介词还是加 on， 特别好记。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 ，Some parents impose their own moral values on their children， 怎么回事呢？有一些父母亲把他们自己的这个道德观强加到他们孩子身上。这个 values 这个词用复数，本来就表示价值观的意思。那 moral values 就是道德观呗。什么叫价值观呢？认为哪个事情重要，哪个事情不重要，哪个事情很值钱，哪个事情一钱不值，价值观。父母亲把他们那些五六十年代的、六七十年代的老的价值观强加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觉得很讨厌。Impose something on somebody 是这么来用的。当然，如果语气更重一些的话，我们可以再换词儿，可以用 inflict something on somebody， 你看特别类似，都是后面加 on。 我们先读一下中心动词 inflict， 好，这个词强调把令人痛苦的事情强加到某人身上。这个东西不但是我不愿意要，而且令我非常的痛苦，折磨我，但是它强加到我身上。 inflict something on 用这个搭配。同样我们看一个例子，你比如说看这句话， Please don't inflict your love on me， 请拜托不要把你的爱情强加到我身上，这样我觉得好痛苦哦。这可能是个女孩子对男孩子说了，这女孩呢本来是对这个男孩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男孩不识相啊，不知趣儿，成天送东西，今天送鲜花，明天送花圈啊，当然不可能送花篮吧，明天送花篮。这女孩说：“哎呀，你看我又不好呢，
很直白的拒绝你。你看，但是你这样这个弄得我也很尴尬，很难受嘛。就拜托，请不要把你的爱情强加到我身上。咱们很多同学可以把这句话背一背，来，叫做 "Please don't inflict your love on me"，这是把某个事情强加到某人身上，这语气更重的一个表达，跟我们施加 exert 是不是可以同时记住呢？都是加到某人身上，但是用的场合和他的语气还是略有差别的。好，这个重点词我们放在一块儿，把它记住就好了。最后，我们看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就是动词设计或者想出。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devise，devise，叫做设计或者是想出某个东西啊。这个我们先看一个简单例子，体会一下它的使用的这个场合啊。比如说，The cartoon character Mickey Mouse was devised by Walt Disney in 1928. Cartoon 就卡通了。Cartoon character 卡通形象，叫米老鼠。这个卡通形象是由沃尔特·迪士尼在1928年设计出来的。你看，设计、构思、想出来叫 device。那 cartoon 漫画 character 就是这里面的角色呀、形象这个意思。这是设计或想出，可以用动词。我们再读一遍 device， 好极了。那么我们跟它类似的还有好多，你比如设计呀、什么构思啊、想出来呀，还有几个类似词汇。比如说有个近义词，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onceive，conceive， 叫做设计或者是构思。当然这个词呢，它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女人怀孕了，身怀鹿甲也可以用它。这也类似，设计构思是在大脑里酝酿，怀孕是在肚子里面酝酿，让它慢慢成熟，所以含义类似。那设计构思或怀孕可以用它，还有想出一个好主意，想出一个好那那个这个这好点子。可以用这么一个短语，我们大声读一下 ，come up with，come up with， 就是想出来。它不光是强调构思，而且强调有结果了。想出来，这个想到了某个好主意、好念头、好想法等等等等。这个我们，通过一道托福的听力真题来看看这个体会。咱们先听一遍，看看应该选哪一个。Question number 27. What have they decided to call the stadium?No one has come up with a good name.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stadium? 好，我们再听一遍，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Question number 27. What have they decided to call the stadium? No one has come up with a good name.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stadium?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stadium? 关于这个体育场，这女人说什么了呢？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正确答案应该选 B 选项，对吧 ？A good name hasn't been found for it， 还没有人能够为他想到一个好主意，就一个好名字，一个好的名字还没有被找到。就对于这个体育场来说，没人能想出个好名字吗？我们看为什么选 B， 把原文再看看，就出现这个 come up with 这个结构。Question number 27. What have they decided to call the stadium? No one has come up with a good name.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stadium? 这又是一个 dialogue. 第一个男的说 ，What had they decided to call the stadium? 他们决定怎么来称呼这个体育大体育场呢 ？Stadium 就是一般露天的体育场，像我们鸟巢这种，中间有足球场，旁边是跑道，这种叫 stadium。第二个女的说 ，No one has come up with a good name. 还没有人能想出来一个好名字呢。想出来，构思出 ，come up with。第二个问，这个问题问 ，What does the woman say about the stadium？ 关于这个体育场，这女人说什么了呢？答案很明显，选 A， 选 B。A good name hasn't been found for it， 还没有人能为这体育场找到一个好的名字。这是我们这个设计、构思、想出这个重点词汇 device。好，26课的重点词汇和短语，我们跟老师就学习到这儿，希望大家仔细复习。好，单词先看到这里。